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今天的冬季问答。首先做一点说明，因为按原来的计划，我是预备在使徒信经的那个视频之后呢，分三个主题，一次讲论十诫、八福和主导文。但是现在看来呢，这三个主题放在接下来陆续展开的出埃及记和马太福音的相关课程当中呢，更为合适，免得重复。所以在接下来的两次视频当中呢，我计划和大家分享关于新版的洗礼程序和主日程序。教会的崇拜程序可以说是基督教重建的奠基之作。任何一场所谓过去的宗教改革，还是现在我们正在致力的基督教的重建，最最重要的一个工程，就是教会主日程序本身的建造。这是非常实际的工作，因为这个主日程序以最为精简的方式展示了我们对圣经相关真理迄今为止比较全面的理解。在跟大家一起分享今天的洗礼程序之前呢，我们先对过去的程序以及上一次关于使徒信经的评论呢做一点回应。首先呢，我们并不反对任何人的教导的逻辑性或者总结性的发言习惯，我讲到我也总结。我们之所以讲使徒信经从新的主日程序洗礼程序当中拿出去，不是说他们怎么可以总结性的说话，而是说把人的总结变成了主日崇拜的经文，或者与经文平起平坐，或者实质上取代了66卷书，把它视为66卷书的总结。我希望我这一次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我讲到也总结，但是我绝对不会让我的总结变成主日程序的一部分，或者形成一个规范。每一次总结，每个角度总结，每一篇讲到的总结，每一句话的总结，它只是一种个体性的随机性的见证，神学见证，但是它不可以被视为66卷书的总结，或者把人的这些教导变成主日崇拜的对象。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洗礼程序而言，我们之所以做出如此重大的一次更新、改版，主要是去掉了其中的两个核心部分的内容，而这两部分内容实际上根本没有圣经充分的根据，甚至根本没有圣经根据。第一大块就是在问答部分大段的关于使徒信经的宣告，以至于造成这样的一个恶果，那就是如果你不承认使徒信经所罗列的这些内容，无论是圣经并不明确的三位一体的框架，还是圣经根本没有的所谓下到阴间诸如此类的教导，它就成了你不可以受洗的一块绊脚石，这是不能接受的。是的，我们以前犯过错误，但是我们已渐渐更新，我们现在错了就改，我们现在要改正。另外一大块占据同样篇幅的，就是所谓的更所谓传统的教会呢，在洗礼前还要面向西方宣告弃绝魔鬼，而在整卷的新约圣经所有关于洗礼的经文当中，根本没有这样的文字，这样的告白，它完完全全是人为的加添。不仅如此，这种加添实际上不是出于基督教，而是出于哪里呢？是出于邪教或者异教。你比如说萨满教，它实际上是驱邪仪式、驱魔异鬼、起灵表演，
而且基督教之所以在这个方面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呢，也可能部分的源于主流邪教对以弗所书2章16节那个所谓的空中掌权者运行的蛇灵诸如此类的概念的一种乖僻和弯曲。关于这一节经文，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当然，这个主流方面的小妖仍然来攻打。我这里再简明扼要的说一说这节经文，所有这里面罗列的概念是并列的，不是说所有的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幽暗世界的，都是匍匐在一个总体性的概念，就是空气当中的那个邪灵，不是的，这是并列的。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不是与血气的征战，乃是强调的不是说我们不与人征战，而是说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属血气的。这些表面上属血气的人，背后有邪灵的支配，他们的背后是魔鬼，明白吗？正如以西结书、以赛亚书讲，法老是那个大鱼，法老就是那个鬼魔，巴比伦王就是撒旦的化身一样，他就告诉我们，你现在面对的不是人，就像你面对西国的警察也好，面对那些作恶的流氓也好，他不是人，他已经不是人了，他背后是魔鬼，是撒旦。这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你面对更残酷的斗争，更残酷的征战，更严厉的威胁，更大的危险。正因为你面临的不是人，不是一般的人，所以主不断地在安慰我们，你们不要怕，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们，不就是这个道理吗？这是我们要大幅度的调整洗礼程序的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驱灵仪式没有圣经根据，出于邪教和对圣经各经经文的弯曲。另外一个方面，使徒信经不应该成为使徒信经的总对圣经的总结也好，三位一体的这种人为的框架也好，不应该成为受洗的前提要件。整卷圣经当中，新约圣经当中所有洗礼的前提要件只有一个，你信耶稣基督，你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一点我们在下面的程序当中还会展开来谈。最后，洗礼程序以及主日程序当中大量的人为因素进入崇拜对象，成为崇拜对象，我们可以用圣经当中反复出现的一个概念来类比，那就是在整卷旧约当中至少出现了8次的一句话，就是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我们根据这样的经文呢，我们可以再一次的回应那些来攻打我们的小妖，不是什么2000年来只有你对了，我们讲东西不是像你们这些小人之心一样，为了显示自己比别人对，其实我们错了也没关系。有的时候我还故意的把自己的错放大显给你们看，因为我必衰微，他必兴盛，我错不错算什么？只要我们的错能够真的不断的见证主总是对的，那么我们更加的感谢赞美神。另外一个方面的，我们看到这8次之多，至少8次出现的秋带还没有废去，你可以去问这些时代的君王和祭司们，难道没有人对吗？你看有一节经文甚至这样来说，历代之下15章17节，只是秋坛还没有从以色列中废去，然而亚撒的心一生诚实。你看亚撒一心诚实，秋坛仍然没有废去。是的，我们并不否认千百年来基督教有多少，但不止7000人了，有多少爱主的弟兄姊妹像亚撒一样一心诚实，但是这只是事实的一个方面。事实还有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尽管亚撒的心一生诚实，但是秋坛还没有从以色列中废去。诸位，这才是人类以及教会存在的真实状况，我们只是诚实的把这些情况展示给大家。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我们对主日程序的基本理解，免得再给撒旦留地步。第一，主日程序不是律法，我不是说你必须这样做，而且主日程序随着我们的知识的渐渐更新还会调整还会更新，它不是一成不变的。第二，即使按照 LCMS 就是所谓保守路德宗的传统实践的方法呢，这个程序也交给了牧者在实践当中具体的自由裁量权。牧师可以根据当下或者某个主日传福音传道的需要临时做一些变通。你要去北美路德教会的一些主日崇拜，你会看到他们也在一些方面不尽一致。那当然我们承认这一次改版我们的变动是比较大的。第三，我们之所以把这个程序群发给大家，不是勉强你们小组你们教会每一个学员一定要按我这个程序来，我没那么无耻，我也没那么自大，但是我的教会暂时我是牧师，那我们将会执行这个程序。你如果反对，我希望你也顺服，你实在不愿意顺服，当然你可以离开，这没有办法。但是我相信愿圣灵感动我们同感一灵。最后我需要说明的就是我们这次主日的程序和洗礼的程序正式的执行是在12月11号那个安息日星期六，或者12日的主日崇拜。对我们而言，这也是我们教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日子，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基督教重建的一个正式的开端。愿神与我们同在。现在我们来分享洗礼程序，先讲洗礼程序，然后再讲主日程序，乃是因为洗礼是进入教会崇拜的前提。一般来说，如果主日崇拜有洗礼，也会放在主日崇拜的前面。所以我们从洗礼程序开始。我先讲这个封面啊，我再一次强调，这是有点累，我们这些图片这些画面不是律法，不是东正教的 icon， 不是让你拿来当做定律的，我们只是说它是一种象征，一种可以趁机教导圣经真理的一些引言，一些启发而已。画面整个的色彩基本上是淡蓝色的，象征着水，水的洗礼。然后你看右边的这个画片，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约旦河也好，洗礼的水池也好，一个人进入了洗礼池或者从洗礼池上来，向罪死，向基督复活。洗礼是，然后你看水面上的这些脚印，洗礼仅仅是天路历程的开端，它是我们信基督的起点，它是入学仪式，不是毕业仪式。鸽子在那飞翔，告诉我们洗礼圣灵降临，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在新版的洗礼程序当中，我们会强调按手赐下圣灵或者祈祷圣灵降临的这个真理，而这个方面在旧版的洗礼程序当中没有，按手祷告没有圣灵降临的这个特别明显的祝祷，只是说借着圣灵使你重生。但是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洗礼必接受所赐的圣灵，使徒行传第八章以及第十八章等相关的经文呢，让我们看到圣灵降临和洗礼是密不可分的关系。它为什么如此重要呢？洗礼就是重生，所谓重生在某种意义上讲的就是你成了有灵的活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神从泥土当中抬举了我们，主复活向使徒吹气说你们接受圣灵，基本真理是一致的。使徒行传圣灵降临第二章，先是圣灵临在五旬节，圣灵降临节，然后是洗礼，使徒说你们洗礼必接受所赐的圣灵，
然后看左侧，这下面有一个十字架。是的，我们一直在教导，我们一定要平行十字架和大宝座，或者十架与铁杖与权杖之间的关系。但仅就洗礼而言呢，那么它的核心真理是十字架的真理，这是对的。因为十字架就意味着我们的肉身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和他一起同死，也必和他同活，所以我们会把十字架放在洗礼程序的封面上，道理就在这个地方。那么至于权杖和亚伦的杖发芽这些概念，我们会放在主日程序的认罪悔改的后面。圣道，特别是圣道的这个程序当中，圣道就是圣灵的宝剑，就是亚伦的杖啊，这是平行的真理。与此相关，在主日程序当中，你会看到整个的十诫诫命认罪悔改的程序当中，我们用的仍然是十字架。那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我们 daily baptism， 就是我们日常的洗礼、日常的认罪悔改和十字架真理相关。然后洗礼程序这个字，我用的基本上是降临节相关的一个色彩，或者是蓝色，或者是紫色，表明认罪悔改反省忧伤等等都可以。外面的字体框架是白色的，表明我们洗礼披上了义袍，穿上了新人，披戴了基督。好的，这个封面我就跟大家讲到这里，现在我们看具体的内容。首先是主的洗礼，这是什么意思？这实际上就是主设立洗礼文。为什么要洗礼？因为这是基督所设立的，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这是传统洗礼首先的告白，也是主日程序首先的告白。我们仍然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不仅如此，洗礼乃是三位一体上帝的工作，这一点是有充分圣经根据的。一个方面，主耶稣基督在约旦河的洗礼，那是我们看到了圣父圣子圣灵的同在。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这里面引文马太福音28章，就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换言之，三位一体的神和洗礼的关系密切相关，是三位一体的神是洗礼的主体。然后我们看到权柄的问题，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我们再一次来教导，没有给世俗众王的权柄留下任何的余地，因为权柄都赐给了基督了。另外一个方面呢，基督把权柄又交给了教会，所以你们要去。教会的权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洗礼施洗，使万民所有的人，男人女人孩子，犹太人外邦人，没有区别。但是呢，洗礼接下来是做门徒。做门徒是什么意思？做学生，要继续学习。因此洗礼不是毕业，洗礼是入学。给他们施洗没说水多少，你们才吹毛求疵，你们的最大的宗派、最大的教派浸信会，真是一点正经没有，是典型的萌宠教。前几天还有人给我写信，继续，肯定是从浸信会来的，继续说，哎呀，还是浸洗让我有感觉，觉得我真的死了。我给他回了，可能回的比较生硬，我说你这个还不够，你应该去真死，那才你才会经历的。你不要上来了啊，你就死掉算了。你象征性的死有什么意思呢？你可以这么来理解圣经吗？相关的这个洗礼的间接的经文呢，我引用了马太福音16章，就是教会建立的时候主讲的钥匙权的问题。洗礼的真理和这有关，就是你在地上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个真理具体上实际上还是落实在洗礼的真理当中。平行的信息看约翰福音20章。约翰福音20章也好，马太福音28章也好，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基督设立洗礼有一个时间点，什么时间？
复活之后，对吗？是的。所以主流当中有一些小妖喜欢矫情成性，就是说十字架现场的那个罪犯，那个强盗也没有洗礼，但也得救了。你不用跟我辩论，我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就是，那个时候主还没有设立洗礼，我们是生活在主设立洗礼之后的时代，因此我们必须尊重主的命令、主的教导。当然也有路德宗的人去跟他们征战，说那个现场也有水有血，还有人可以谈你怎么知道那个强盗没有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甚至使徒也当时到处去洗礼，这当然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我想我们最简明扼要的回答就是，洗礼这个程序呢，是主耶稣复活之后向普世教会宣告的命令，你无可推诿。主的洗礼的第二页，实际上是我们第一页，我们实际上是在讲新约的设立洗礼文。第二页我们讲的是旧约关于洗礼的预表。首先当然是大洪水诺亚方舟，然后是法老的军队淹没在红海。新约圣经讲这是你怎么在云里水里受了洗，诸如此类。然后以色列人海中走干地，从水中上来。我加了一个旧约关于洗礼的预表，那实际上就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踩着石头过河的，同样也是可以预表洗礼，甚至指向了什么呢？指向了主耶稣在约旦河的洗礼，以及施洗约翰的一些相关的活动，对吗？所以这是比较全面一些的表述。所以接下来我们才会谈到，才可以谈到主耶稣基督在约旦河的洗礼为我们尽了什么诸般的义。这个我去掉了原来那个众水滔滔这种很文学的表述，讲众水分别为圣，洗净一切的罪。这个罪包括两个方面，从亚当继承了的罪啊，所谓的原罪，还有我们出生以后到今天所犯下的一切的罪。然后我这里特别强调了一个新的信息，就是赐下圣灵、恩典和真理。恩典和真理都是从基督来的，圣灵是保惠师，出于神的恩典，圣灵是真理的圣灵。我们受洗一个最重要的生命的改变，不是像灵恩教那样你以为可以装神弄鬼了，我们受洗接受圣灵，可以更加的明白真理，更多的去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更多的真知道神。并且我们洗礼不是变成了一盘散沙，洗礼之后你必须归入基督的精兵，成为耶和华的军队。所以这一条真理我们也加进去了。圣经根据当然和上面的经文相关，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成了耶和华的军队，以色列人从旷野启程进入迦南，经过约旦河，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主耶稣基督在约旦河洗礼前后呼召门徒，目的是把他们建造成自己的军队，对吗？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道理是统一的。我们再看下面的内容，人的重生，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洗礼的，上面是洗礼的设立，这是洗礼的基本真理。为什么要洗礼？洗礼的目的是什么？洗礼表明什么？人都是罪人，这是我们洗礼的前提。你不脏干嘛要洗？就这么简单了。那谁来洗能洗干净呢？基督来洗，基督借着教会来洗。我们这个罪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承运和出生之时都有罪，所以婴孩必须洗礼。浸信会也好啊，某些主流教会坚决弃绝给婴孩洗礼，等于他在逻辑上的最大的错误或者罪恶是什么呢？他不承认孩子有罪，你一个方面承认孩子是小罪人，另外一个方面又不给他洗，就是说你承认他很脏，但你又不愿意把他洗干净。
你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岂有此理。然后你就说没关系，孩子们因恩得救，就他身上很脏，但是没关系。但是你又怎么看新约圣经的说，人若不洁净，不可进神的国；人若不重生，若不借着水和圣灵生，不可进神的国。然后你等于加添了一句话，括弧小孩子除外。你从哪里来的这个括弧呢？当然我们是要洗礼，主要是双重的罪，第一是自己的罪，第二就是与魔鬼的淫合，握在那恶者的权下。使徒书信说全世界包括谁？包括你们家孩子呀，都握在那恶者的权下。你们家孩子是不是罪人？你自己诚实的讲吧。他们的嫉妒，他们的自私，他们的虚伪。哎呀，这个我可以多说一些。我发现有些小孩子，特别是中国人的小孩子，那种骨子里面带来的也好，遗传来的也好，从小怀着恶念也好，那种假。为什么很多在加拿大很多中国人的孩子都喜欢黑命贵？你不用跟我矫情，我一眼就认出你是什么东西了，你就是个小骗子，你不诚实。我曾经说过，这些人你去嫁给黑人呢、啊、这不仅仅是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那黑人在街头上去杀人打人的时候，你怎么不去示威呢？甚至他们羞辱中国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这不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吗？双重标准就是骗，你们从小就是伪君子。你应该为遇到我这样的牧师去感谢神，我这是为了爱你。难听，你父母都不敢管你，你到我面前我不会惯着你的，我希望你悔改吧。好吧，往下看。我们说人都是罪人，可以平行参见罗马书第三章相关的教导。罪就是与神为敌，不信主，自以为神。这个无论大人孩子，男人女人，外邦人，以色列人都是如此。我们就是神，就430年，这5000年，这种自神的邪教或者龙文化浸透到了我们的血液里，求主洗净我们。所以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洗礼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些经文根据都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但是仅仅认罪不行，洗礼的第二大方面的真理还要悔改。有些人是认罪是不悔改的，法老和埃及人。所以你们要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的和你们的儿女的，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这些话一字不改的引用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的教导，真是太遗憾了。如此重要，最为重要的使徒的根基，使徒关于洗礼真理的教导，竟然没有出现在旧版的洗礼程序当中。他们竟然把异教的异鬼放在其中，竟然把我几乎没有整全的圣经根据的使徒信经放在洗礼的核心部位。但是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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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洗礼的真理，彼得关于洗礼的教导没有了。我们把它拿回来，我们回归圣经，这里的每一句话都像金子一样宝贵，这里的每一句话都是打着引号的绩效真理，这里的每一句话都值得我们反复的去学习。你看，你们个人要悔改，洗礼不是别人悔改，是你自己要悔改，每一个人都要悔改，没有谁比谁更义在神面前。然后呢，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没有说奉三位一体的神的名受洗，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这个洗礼的教导贯穿了整个使徒行传和使徒书信。我们不跟三位一体纠缠，教义纠缠，我们只顺服圣经，你承认耶稣基督就好了，你接受耶稣基督就好了。然后叫你们的罪得赦，洗礼就是你的罪已经赦免了，洗礼之后再控告以前的犯罪，
你就是撒旦之子，就这么简单。因为你实际上不相信神，你不相信基督的恩典是够用的，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没有别的条件。你真的洗礼，真的奉基督的名受洗，你真的悔改，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没那么玄。没有灵恩派那种装神弄鬼的那么撒旦深奥之理，这是应许，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的。你们没有理由让人类的三分之二、三分之二左右的生命孩子们远离这应许。正如以色列人说，我们不能带孩子过约旦河，我们不能带孩子过红海，等他们长大了让他们自己决定，这是应许，应许，应许。并一切在远方的人洗礼是面向全人类的，犯信基督的人都可以洗礼。你不可以给他们考试，你不可以给他们人为的设置更多的障碍。最后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什么意思啊？你的洗礼不是你的决志，你的信不是你决定的，太无耻了。我们的信是神所赐的，你来到洗礼池边是神把你喊来的，借着传道人也好，借着教会也好，借着弟兄姊妹也好，把你拉来的，把你拽来的，把你踹来的，把你提来的，把你绑来的，把你一脚踢下来的，不是你自己决定来的。人只能决定一件事，不断的犯罪、撒谎、欺骗、淫乱。一旦你打着引号决定来洗礼了，那是神的工作，这才叫常识。然后是祝福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祷告的对象是父神，不是基督，不是圣子，也不是圣灵，就是主教导我们这样祷告，你听就好了。感谢你赐给他信心跟从基督。你看我们强调的是他来受洗是因为神赐给了他信心，才能去接受基督，跟从基督，接受洗礼。然后我们讲圣经本身关于接受基督的教导，凡接待基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你就赐给他们权柄。权柄，这个权柄是不是在上的权柄？当然是，做神的儿女，完全是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章，对吗？这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此时此刻一个新的生命在洗礼池，在水里，在河里诞生了。愿从今以后他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他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就世界而论，他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诸位，你们看一看这圣经经文本身多宝贵的洗礼的真理，你为什么一定要用人说呢？求你的灵带领他做新造的人，重生啊。这是加拉太书第六章，对吗？愿平安怜悯加给他和神的以色列民。加拉太书第六章，愿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他，因为他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魔鬼不能再控告了，对吗？这不就是圣经本身洗礼的真理？感谢主。然后中间有一块我们继承了路德宗、路德教会洗礼程序当中孩童洗礼的程序，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些变化。首先我们特别强调了相关的孩子归主的真理根据，就是马可福音第十章讲的带小孩子到基督那里来。这里我们看到了基督所谓的血气，打了引号，恼怒对门徒，这事很重要。阻挡孩子到基督这里来的，神就用愤怒去责备他们。愿浸信会满了神的恼怒，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当然你可以说这不是直接洗礼的经文，那它是间接的洗礼的经文。直接洗礼的孩子洗礼的经文我们已经放在上面了，使徒行传第二章。
我们在这里再一次强调了《舌头行传》第二章。你看下一页，为什么重复呢？因为婴孩洗礼可以算是半独立的程序，所以我们把彼得的教导重新放在这里。这洗礼是给你们，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的。然后我继续引用圣经当中一些相关孩子应该洗礼的教导，而这是旧版程序没有的。这是主的话语，人从小是心里就怀着恶念，这是否定性的道理，对吗？不洗不行啊！从小，从多小？当然你可以找更多的经文，我们篇幅所限没有办法都拿来啊。大卫在诗篇当中说的："我在胎里，我在母腹里就犯了罪，对吗？"然后另外一个方面，肯定性的道理，那就是提摩太书所讲的，从小就明白圣经。这个小原文就包括了婴孩，小到什么地步？一出生以后就开始被教导了。而且圣经这些经文明确的告诉我们，他从小明白圣经啊。那你们这些反对婴孩洗礼的人，你来告诉我，一个人从小就明白了圣经了，对吗？那你又不给他洗礼，那你为什么呢？其实很多主日学老师都比你们高明，孩子们有信心，孩子们明白圣经，孩子们更爱主，比你这个高个子的高等动物强多了。你们的问题我在其他的地方讲过了，归根结底是因为你们蠢，你们听不懂我在说什么。难听的话来讲，你们听不懂人话。因为我们一直强调一个事实，就是信心和理性不是一个问题。你们之所以说孩子们不懂不明白，是因为你们把信心和理性相等同了。你们说的信心就是理性，你们所谓成人的理性。但是实在说来，理性越强的人越没信心，就像你们一样。儿童洗礼的第三页，这里是对教父教母或者受洗孩子的父母讲的。我们这里实际上不再限于传统的所谓教父教母，我们特别的把他们转给做父母的人，所以我们称他们为弟兄和姐妹。你们愿意用基督徒的信仰服侍受洗的孩子、弟兄姐妹吗？我这里还实际上想表达一个新的观念，圣经当中的常识就是，如果你的孩子已经受洗了，你不仅仅是他的父母，你是他的弟兄，你是他的姐妹，不要自高自大，你们是平等的了。当然，这个平等本身是地位而言，在教导上，你们还是要教导孩子的，用真理来教导。所以下面说，神赐给你们夫妻二人愿意的灵和教导的能力与爱，你们是他们洗礼的见证者，你们要为孩子祷告，支持孩子进入教会。孩子洗礼之后，你不是到这儿来混个脸熟，来一个崇洋媚外沾点洋气就好，洋气呀、啊！大家都洗礼了，孩子自己也要愿意，所以我们也给他孩子洗一洗，洗完了之后人就不见了。你要跟孩子一起进入教会，为了你自己，也更为了你的孩子，继续学习真道啊！今天会反对婴孩洗礼的人在这点上就不明白，我们没有说孩子全都知道。我是说，洗礼之后是一个开端，接下来他的一生都要在教会里学习，但是你总得有一个开始嘛。从哪里开始？从洗礼开始。当然，有一些半吊子引用罗马书的一节经文来反对我们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读。就婴孩怎么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们这些瞎眼的！罗马书那句话讲的是洗礼吗？他讲的不是洗礼，他讲的是得救。你的基本语境要分清楚，我们从来都没说洗礼一定得救。圣经那个表述是说，洗礼是得救的必要条件，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而不是说信而受洗的就确保得救，这是个简单的逻辑问题。你回去看形式逻辑，什么叫充分条件，什么叫必要条件？换言之，没有洗礼不能得救。复活之后主设立的洗礼就是这么严厉。但是呢，你洗了礼不一定得救，因为你不可能一次永远。你以后犯罪，你持续犯罪不悔改，你仍然灭亡，就这么简单的道理了。
所以你引用那个经文不对，那个经文是支持得救的，不是论证得救的，不是来论述洗礼的。但是得救也是个过程，心里承认，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要持续的承认，持续的相信。所以保罗在说，我们得救如今比起初更近了。保罗又说，我不是说我得着了我还得跑，这个道理我们讲过了。在基督徒的信仰中成长，行公义，好怜悯，纯谦卑的心，我们把这更为重要的教导放进其中了。洗礼之后不是一洗了之，洗礼就等着升天了，鸡犬就升天了，你就建立了一个鸡犬升天堂，你想得美。就像主说的，他不认识你，为什么？因为你们是作恶的人。你为什么作恶？因为你不行善。什么是行善呢？弥迦书二章八节，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行公义，我们的孩子洗礼，我们自己洗礼以后，从以前不公不义，丧尽天良的埃及人，变成一个热爱公义，秉公行义的基督徒。从以前完全不怜悯人的人，你上来不要再犯罪了，要好怜悯人。有些人为什么表明自己不谈政治，归根结底就是没有怜悯，天良丧尽，以自私为荣耀，为属灵。今天在我们的视频下面有一个留言很好，就是非政治的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埃及法老啊，把所有的男婴都溺毙了，他们仍然说我们不关心政治，人都杀了，你仍然不关心政治，说明了什么呢？你没有怜悯。用雅各书的教导来讲，就是无怜悯的必受无怜悯的审判。你们真是撒旦之子。这个不怜悯的人，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灾祸，这灭长子是灭了别人家的孩子，灾祸没有临到自己头上，他无所谓。所以他们根本没有信仰。什么时候才会起来呢？真的打击到他们身上了，其实他们就会比谁都正直。这像谁呀？像法轮功，像爆料党。当别人受苦受难被政治逼迫的时候，他无所谓，他继续闷声发大财，一直到社会主义的铁拳砸在他们的头上的时候，你看现在比谁都革命，比谁都高调。还是那句话，什么情况？没有信仰。第三，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孩子洗礼以后，教导他们，也教导我们自己，谦卑吧，骄傲。中国的孩子这个骨子里的骄傲，以及用自卑所展示出来的强烈的骄傲，真的是败坏生命到了非常惨烈的程度。让他们谦卑一点，不要觉得你比父母高明，也不要觉得你比牧师高明，你差远了。谦卑下来，好好学习。世界有一条，尊重父母吧。你连父母都不尊重，禽兽不如。因为那个诫命当中加了一句话，这是唯一带着应许的诫命。好好想一想，你当站立。你们要鼓励孩子按真道领受圣餐。洗礼之后与领受圣餐有一个过程，根据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圣餐需要教导。有的教会大约在十岁以后左右，这个没有固体的年龄，我们千万千万不要跟主流教会学啊！十二岁八岁你凭什么呀？主日学老师和牧师同工吧，你看孩子大约对圣经圣餐的真理有了基本的认识了，我们就可以让他们经过坚信礼去领圣餐了。一直用基督里的信心，圣洁的生活，彼此相爱，秉公行义，做孩子的榜样。父母要做孩子们的榜样，言传也要身教。在我们有所不能的时候，愿主的恩典充满我们。你会看到什么呢？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婴孩洗礼本身也是对大人的祝福，对吗？让你有一个做榜样的责任。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确实有的时候做不到，我们继续要祷告，求神帮助父母去做孩子的榜样，教导孩子。然后是主导文，这个我不再多解释了啊。
提醒大家，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句祷告平行世界的前三条诫命，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分别为圣，只有他是神，不可以拜别神，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愿你的国降临，严重平行鸡汤教、主流邪教弯曲的约翰福音十八章，我的国不出于这个世界，我的国不是从这个世界，用世界的方法，用砖头瓦片，用巴别塔的方法，用人的罪，用人的军队建立起来的。我的国是用从天上降临的，是用圣灵的宝剑，是用传道，是用彼得这样的石头，用神的方法建立起来的，而且建立在地上。你的国降临， 你国度就在你们中间，看哪，耶路撒冷从天降临，看哪，他的国降临，他的国临到你们了。我若是奉主的名一并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连篇累牍浩如烟海的神的国降临，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们为什么看不见呢？你这非政治已经病入膏肓了吗？我们不用人的方法建立神的国，耶稣拒绝按照人的意思做王，但这绝对不是说他不会用自己的方法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这绝对不是说他不愿意做王，他不屑做王。如果按照你们的逻辑，启示录可以去掉了，实际上你们已经把它去掉了。我们讲启示录的时候，你们不是很生气吗？其实出埃及记让你们更为生气，将来我们讲列王记的时候，你们会气上加气。接下来我们讲马太福音，会把你们气疯了。我们好高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什么意思？洗礼之后，我们仍然要靠着日用的饮食成长，靠着天粮去成长，我们要继续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我们还会犯罪，我们还会得罪人，不然你基督徒为什么要祷告这些呢？已经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了呀。所以洗礼只是新生的开端，对吗？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脱离魔鬼。为什么？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呀，呼应上面的国，对吗？一个方面，权柄都是他的，国度都是他的，什么凯撒的，凯撒归凯撒，什么国度、权柄，你要顺服世俗掌权者的权柄，全是他的。什么时候？直到永远。洗礼之后，孩子也好，大人也好，要明白这基本的真理。最后是祝福，也是来自于圣经，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世到永远。为啥保护你啊？因为世界众王掌权嘛，这不是常识吗？空气要伤害你啊，空气要把你放在监狱里啊，空气要杀你的身体，要杀你的灵魂啊。你们这些蠢货，蠢货骂人是我有血气吗？箴言连篇累牍的愚妄人，翻译成现代汉语更生动的就是蠢货、愚昧人、愚妄人、愚拙人、蠢货。接下来呢，进入了洗礼的主体部分，就是问答。实际上是我把它分成了七个大方面。哎呀，时间有限，我们现在我看已经时间很长了。整个的这个问答我不解释了吧，因为内容是比较清晰的。你需要明白的就是七大方面，这是洗礼程序的主体部分。我强调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极大的加重了洗礼的课程，需要有更充分的教导。我们实际上现在倒是介于了那些享受洗就给洗礼和洗礼考试之间，就是说一些基本的教导我们还是要讲的。而所谓的基本的教导，就是我几乎把新约圣经当中与洗礼相关的直接和间接的经文呢，都放在这里了。
他们涉及到了洗礼应该知道的七个基本方面。第一个方面，任信，你得信耶稣是基督，信洗礼得救。两页，第一页是任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这就是洗礼的最重要的前提。第二页的任信，信什么呢？信洗礼的。洗去你的罪，就是认罪、悔改。不认罪不能施洗。第三个方面的问答涉及到称义的问题。我们引用圣经的经文非常非常重要，这真是直指人心。你不要看到羞愧，没有办法，你要重生，肯定很疼，肯定很扎心。死而复活，当然既然成心了，称义了，那么就脱离了撒旦的控告。这里面有一段经文我没有放在其中，你愿意呢？可以，可以在教导的时候放进去。就是罗马书第八章，有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因为有基督称他为义了。当然，这个义不是因为我们的义，或者说，我们洗礼被拯救不是因为我们的义，是因为神的恩典啊！这个是要教导。问答的第四个方面，我把它定义为献殿，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洗礼之后你要去侍奉永生神，不是一洗了之，不是的。那什么叫侍奉永生神呢？那就是要在外邦人、君王和以色列人面前宣扬基督的名，你责无旁贷，你不能再做鸡犬了，你不能再变成鸡汤的一部分了，你不能再成为主流邪教的人了。就如圣经讲的，他们勾引人入教，入了教之后也和他们一样，再一次做地狱之子，去撒旦的仆从。而且我们要讲为基督的名要经历许多的苦难，这是讲保罗的洗礼。保罗的洗礼是这么经历的。使徒行传第九章，使徒行传22章，保罗回顾他洗礼所经历的真理，我们都可以一并的放在一起。献殿就是你要献，把自己是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就是神的家，就是圣灵的殿。然后身体要变成活祭，这些真理可以都归在这个方面了。总之，洗礼之后，你要起来侍奉神，不愿意嘛，那就先别洗礼。问答的第五个方面，教会，整个的教会，整个第五个方面，我用了3页来讲。非常非常重要。洗礼之后必须进入教会，必须顺服教会，必须参加教会生活，必须尊重牧职，免得洗礼之后成为教会的祸害，免得初入教的就要做监督，免得刚受洗就出来教导人。你怎么这么自负呢？你懂圣经吗？真是岂有此理！这是什么？这就是龙的传人了。所以这个方面的教导呢，我们强调的很充分。问答五三页，大家仔细去看。问答第六个方面就是更新，更新是什么意思啊？这是我们跟撒旦教、主流邪教一个最重要的区别。一个方面，你洗礼之后不是你就完全了，你就成天使了，洗得像天使一样，不是的，你一生要不断的认罪悔改，要不断的经历洗礼的真理。另外一个方面，你不可控告那些正在更新当中的人，他们愿意努力的与罪征战，你起来把他们的什么受洗见证也好啊，他们的当然受洗见证在某种意义上也活该，不要再显摆了，或者还有，他们在认罪的那些东西，你拿来作为控告他们的证据，然后你撒谎说你为了教会、为了真理、为了基督、为了爱主，你实际上是为了报私怨。这些撒旦之子，我们要远离。我们同时远离一次永远的邪教的教义。
第七个方面的问答，洗礼最后是跟永生相关的。这里我们是引用的启示录当中的间接的关于洗礼的真理的教导。他用自己的血洗去我们的罪恶，最后说的是呢，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搁到权柄升到生命树那里去。这也就意味着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间接的包含着一些洗礼的真理。好的，接下来是正式洗礼的程序。这个程序呢，我们仍然吧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为什么？因为马太福音这么讲的，这个我们不敢弯曲，不敢节俭。但是在按手这个地方我们增加了一些信息，当然也出于圣经，就是借着水和圣灵赐你重生，洗净了你一切的罪。但是我们要强调，你是因恩得救，因信称义，我们把义放在其中，然后我们特别强调愿圣灵充满你。我们没有能力代表圣灵，我们祈求圣灵充满，祈求你受洗接受所赐的圣灵，它非常非常重要。这是洗礼和圣灵不可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圣灵充满你呢，从今以后目的是让你得救。怎么得救？愿义人必因信得生。接下来我们继承了传统教会这两个洗礼的程序，它没有直接圣经的根据，但有间接圣经的根据，或者帮助我们强化圣经的洗礼的教导。好吧，放在这里。但是我们还是加了一些圣经当中的信息，免得让我们像他们一样全都是人的话。请你穿上白衣，穿上白衣，圣经上的话，穿上基督的义袍，圣经上的话，他遮盖了你一切的罪，圣经上的话，蒙恩的穿光明圣洁的白麻衣，完全是启示录当中的话，我把它全拿过来了，它很重要。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我们跟主流鸡汤教区别在哪里？跟鸡犬升天堂区别在哪里？你看，按照原来的那个洗礼的程序，好像你一洗礼了，你就可以承受创世之初为你预备的产业，你就躺平宗了。你躺平了就等着升天了，你想得美，怎么可能啊？按照启示录这些相关的教导，洗礼之后你还要去行义，所以才说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待丈夫。你歪瓜裂枣满身污秽是大淫妇的一部分，是巴比伦大淫妇的一部分，你就要得救吗？你顺服巴比伦大淫妇，顺服了一生余生，受洗从洗礼时一直到审判台，你都在顺服巴比伦大淫妇，你怎么装饰整齐啊？然后你就受洗以后，你就坦然无惧地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你这叫厚颜无耻的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坦然无惧地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不仅仅是洗礼的时候披上白衣，而是从洗礼池披上白衣开始，一直努力地穿上光明圣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一直到心腹装饰整齐。这是新版洗礼程序另外一个重要的变动。然后请领受这灿烂的珠光，表明已经接纳了基督。不够，他是世界上的光，是的，但是呢，这只是一个方面，他也吩咐我们做世上的光啊。那这什么意思啊？光要照在黑暗里啊，也要照在黑暗里啊。我们不是那光，我们要给光做见证啊。见证是什么意思啊？在法庭啊，在君王，在以色列和外邦人面前呢、啊。所以你才可以永远活在基督的光里，一直守望他的再来。不然你怎么守望他的再来呢？你才可以满怀喜乐和他相遇啊，你才可以和他一起进入国度里羔羊的婚宴呢、啊、对吗？为什么？光明之子，他接纳的是光明之子，不是黑暗之子。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变动。最后还是欢迎词，我们也加了一些话，不是我们添加话啊，我们恢复了圣经上当中的一些信息。我们强调在圣洁圣耳公的教会，这个中文的翻译《使徒信经》说的不明不白，我们把它分别一下啊，在圣洁耳公义的
基督教会里，圣经根据呢，神的国里，罗马书，神的国里，神的国并不在乎吃喝，而在乎公义和圣灵当中的喜乐，对吗？平安，承受那上好的福分，圣洁和公义，你才能够承受上好的福分，因为唯有义人才能因信得生。奉耶稣的名，我们接纳你，欢迎你们成为我们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我加进来了，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不是进来就都像一个刺猬一样，不是进来就显摆你知道我是谁吗？我以前干了些什么？闭嘴，我没有功夫听你的这一套。从今以后，我们要一起听他的道，承受他的恩典，一起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可能意味着逼迫，对吗？然后阿门，奉主的名，我们欢迎你。这时候可以送礼物啊，这是传统的最后一个结束的祝祷，全体起立。你们看祝祷结束的话，我们还是恢复了圣经本来的教导，就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或者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因为这是他教导的，说你奉我的名求什么就给你，对吗？奉我的名跟父求什么就赐给你们。我这一次啊，无论是洗礼程序还是主日程序，基本上把那个LSB 当中的那个经典的祝祷结束语去掉了。一体真神掌权作王，你是与父同在，与圣灵同在，这些都没有直接的圣经经文的根据。虽然你可以说他不反对圣经啊，但是我们还是简单一点吧。每次讲起来都脑袋疼了，我们就简明扼要，就是圣经一句话，就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吗？这个比较明了。然后呢，在这个祝祷词当中呢，我们还加了一些话，或者是恢复了圣经的话，成为基督的精兵，耶和华的军队，住在洗礼的恩典中，过属神的生活。我加了一句刚强壮胆，然后用他们的生命去赞美和荣耀你的圣名。这里面呢，可以和我们最近强调的政治信息相关联，不然不存在用生命去赞美和荣耀你的名。鸡犬升天堂不需要用生命去赞美和荣耀你的名，躺着就行了。最后是洗礼程序，最后的一句祝福，翻到最后的封底，我们又为什么又回到了开始的画面呢？那就意味着我们要重新经历洗礼的真理。这个画面所展示的信息我就不再重复了。最后就是愿你们平安，这是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几次跟门徒们所宣告的祝祷，也就意味着洗礼我们就进入了基督的平安之中了。从此以后，这个平安是到永远的，这个平安也是在风和海当中的平安，也是在至暗时代的平安。求主使用我们的这个洗礼程序的见证，神学见证，愿这个洗礼的程序让更多的人都得平安。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